如果你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刷到这条视频，那么恭喜你在2024年将会好运爆棚，直接开挂。毕竟我可是一毕业就全款拿下了2套房两辆车，好运到出门都能捡到钱。和老公从高中谈恋爱到现在结婚15年了，还越来越甜。生了一儿一女，乖巧懂事，随便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，考试全部一次过，各种证书拿到手软，公司越开越大，轻松实现了年入8位数的小富婆，就连和我待在一起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幸运。所以新的一年想要越过越好，人生开挂，那么你一定要试一试这3个养成锦鲤体质的小秘诀。第一点，改变认知，在原本不幸的事物中找到幸运点，把原本不好的事情往好处想，在小确幸中培养幸福感，你就会越来越把专注力放到正向的事情上。第二点，积攒幸运，不断的强化我很幸运的信念，少一点抱怨和懈怠，远离负能量的人，心态越来越积极，幸运自然就会来敲门。第三点，转锦鲤，人与人的能量是会相互转化的，好运也是会相互传播的，那些转发锦鲤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幸运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好运气。